海南陵水，海南岛最南端的海岸线上，这里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淡水补给点，这里正在发生着许多关于海的故事。我们现在坐在小船上，我们穿行的这个地方呢，并不是江南水乡，而是海上的一个渔村。这个渔村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家家户户全都把房子盖在了海上。放眼望去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子随着这个海面起起伏伏。那告诉您，在这里世世代代生存的就是疍家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渔村，去感受一下疍家人的生活。在陵水新村港，我们发现了这片建在海上的房屋。坐着小船，沿着狭窄的航道，仿佛进入了一座水上城市。大大小小的船只并排在一起，也有用木排连接在一起。带着巨大的好奇心，我们准备去这个海上的小村里一探究竟。大哥您好，怎么称呼您啊？姓黄，姓黄哈，黄大哥您好，我叫小飞，您是疍家人吗？对对，疍家人哈，这儿里面都是鱼啊。对对，这两个晚上都是鱼。在黄大哥家门口的鱼排上，记者发现，每个格子里都养着一些奇怪的海洋生物。有啊，很少见的。那您带我去看看，在哪儿？好，那边。您走前面带着我。我们现在是晃晃悠悠地走在黄大哥哥家的这个鱼塘上面。在其中一个格子里，记者看到了两条奇怪的鱼。哎呦，这是！它这上面怎么长那个鳞，特别像那个刺猬。气唇。气什么？气唇。气骨鱼。这个也是。一样，就是小的。小的。大的这小的是颜色是有点发黄发绿的，大一点的它就要颜色又变，就变得灰白那种颜色是吧？这有没有毒啊？这个没毒。它有什么特别之处？有啊，它会鼓啊。会鼓。哎，生气起来就鼓，摸它眼睛，它就会生气。一摸眼睛就生气。哎呦呦呦呦呦！看来它见到咱们两个这个。气还不是很大，对对对对，所以不鼓，对对对对不然的话它就会长成像什么样？平常我们一捞起来，它就胀得很厉害，像个球那么大，像个气球一样。然后这个东西就立起来，就然后每条都这样立起来，那个鱼就不敢攻击。据说，气豚离开水面，它就会鼓成一个圆球，用来防御敌人。今天可能是天气或者水温的原因，气豚并没有鼓起来。记者难免有些失望。这时，黄大哥告诉记者，气豚还有绝技。它那牙齿很锋利的，贝壳它都会咬得破的。牙齿能咬碎贝壳？它在海里面是专门吸那个贝的。哇！看咔咔，就现场能听到这个贝壳碎了的声音。好有力气啊！撕了，它撕进去了。那我来喂一下行吗？小心哦，这个要小心的。注意安全、啊。不要咬我，我喂你吃这个贝壳啊！来。气豚生活在深海，要想捕到它们并不那么容易。别看气豚长得丑，它可是疍家人口中的美食。用它熬制的鱼粥格外鲜美。依靠这些大海的馈赠，黄大哥现在开了一家海上渔家乐，招待各地来的游客。在他的鱼排上，不仅有龙虾、石斑，还有观赏类的大海龟。临近中午，黄大哥热情地邀请我们品尝他家的疍家美食。从记事起，黄大哥一家就生活在海上，以打鱼为生。即使现在他们在岸上有了房子，但除了台风季节，其他时间他们还是习惯生活在海上。丰富的海洋生物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粮。
好香啊，黄大哥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嗯，对。啊，您给我介绍一下呗。这个是蛋加鱼粥啊。啊，这个就是。哎，对，蛋加鱼粥。这个是我们炒的青螺。嗯。还有金古曼。现在闻到的这个香味儿，我已经忍不住，马上就要吃了。是吧？是吧？大家一起吃。这就是蛋加鱼粥，这里面都放了什么原料？鱼肉啊。鱼肉。还有点葱花。葱花。蒜泥啊。蒜，还要放蒜。粥里面要放蒜，谢谢谢谢。因为蛋家人长期生活在海上，为了方便，捕到鱼之后，就把各种鱼煮在一起，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的蛋家鱼粥。这个大块的就是白白的鱼肉，稍微有一点黑色的那个就是鱼皮。对对，鱼皮。这一口喝下去，就是营养丰富，而且口感还特别好。对对，好喝。除了美味的鱼粥，蛋家人还有许多习俗。鱼不能翻过来吃，意味着不翻船，也不能去头去尾，意味着有头有尾。听说我们专门来体验蛋家生活，黄大哥说他的一位朋友明天要出海打鱼，从来没有出海经历的记者听到后当即决定跟随黄大哥和他的朋友一起出海。第二天下午，我们跟随黄大哥一起来到了他朋友的渔船上。黄大哥，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啊，这是渔网啊。这是渔网。对，渔网，大概有两三百米长。两三百米啊？前面那个是铁环，它是靠那个铁环给沉下去的。哦，就这个是吗？它直接沉到底下的那个。就这个铁环实际上就是一个配重的作用，它能够把这个网带到水下。对对，带到水下。哦。那个蛋家人打鱼都是夜里进行，船舱的前部是他们的捕鱼工具，而后面则是他们的生活区。左边是那个驾驶舱。啊，这就是驾驶舱。对对对对。啊，这是船舵是吧？啊，我能进去看一下吗？哇！哎呦，你是哪个站？船长就站这儿。对，站这里。然后这就是舵。舵。哇，我摸到渔船的舵了，大家看。嗯，有没有像那么回事儿？嗯，开船。开船，这里的舵啊。哦。你来来，好。好。这是我们睡的地方。这就是床。嗯，这个一张床睡两个人。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就是像我们那个读大学的时候那个上下铺的那种感觉，是吧？上下下面有一层，上面有一层。哦，这也有一层。这个是我们做饭的地方。这是厨房，也就是我们现在从卧室到了厨房了。对，这个是储水柜。哦，这里储的都是淡水是吧？对。哦。从前面抽过来的，从前面大柜里面。这里面有个水瓢，我喝一口。船舱虽然小，生活用品却一应俱全，但是这样的船如何在黑夜里打鱼呢？黄大哥说秘密就在船舱的顶部。嗯，哎，经过一段简易的楼梯，记者跟随黄大哥爬上了二楼的甲板。好，谢谢。这个就是我们抓鱼的灯，这么大个的灯泡啊！大家快看，特别像我们吹起来的那个气球那么大个，这两个手掌这么大。这个灯在船上一共有多少个呀？总共两边就是四行的话就七十个。七十个，一共七十个。就是七万瓦的意思。七万瓦，这点起来亮吗？很亮很亮，像白天太阳一样的。啊，就晚上可以把船照得特别亮。就是把那鱼吸引过来。哦。吸引过来就用那刚才的围网来围住它，就捞上来这样子。哇！一个灯泡1000瓦，七十个灯泡，7万瓦的功率，对于晚上捕鱼的场景，我们充满了期待。下午5点，渔船出海了。因为是第一次出海，整个摄制组的成员都非常兴奋，期待着一夜的海上之旅。
但是船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停在了海上。天慢慢黑了下来，摄制组的成员陆续出现了晕船现象。没过一会儿，大家都开始呕吐不止。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航行以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已经基本上看不上岸边了，但是船停了以后感觉更加不舒适，因为船就是像在这样转圈似的摇晃。我们船上所有的人，来了七个人，全部都吐了。等天完全黑下来，渔船上的七十个灯泡陆续亮起来，把渔船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但是晕船的现象并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至少要三四个小时，灯光才能吸引到鱼群。漫漫长夜才刚刚开始。时间临近午夜，突然船长从探鱼器上发现了鱼群，他迅速指挥船员们准备下网。下网的时机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这次的收成。大概有多少啊？大概有1000斤左右吧。啊？1000斤左右啊。船长郑师傅是黄大哥的朋友，30年出海打鱼的经历，让他慢慢积攒下了这艘渔船。每一次出海，他都非常谨慎，能不能打到鱼，全凭他的经验。指挥是吗？一会下网的时候您在这儿指挥是吧？据船长估计，这次大概有500千克左右的鱼。为了安全，记者等人都被安排到了2楼甲板上，不允许下来。黄大哥，这网怎么下？这网，然后下网的时候要把那个马尾拔上来，然后再放那个伞钉下去，就把那大缆绳给扔下去，那个网就跟着下去，那船一起跑，那个网自己就会下了。然后就围住那个小船。这时，70盏1000瓦的白炽灯全部被关掉了，天空被黑幕笼罩起来。船长经过反复探查，决定立刻下网。船舱后面，一条小船悄悄被放了出去。一位船员驾驶小船慢慢驶离大船，小船的灯光代替大船灯光，负责吸引鱼类。负责放渔网的船员们也快速启动转盘，开始下网。小船越来越远，船长不时探出头去观测小船的位置。渔网越放越快，船长驾驶大船拖着渔网，会把小船附近的鱼全部围起来。对下网时机的把握直接影响着达到多少鱼，这次的围剿会不会成功呢？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围剿，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船员正在网上收网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浮标往上拽，再过15分钟就看到鱼上来了。再过15分钟鱼就可以上来了，是吧？越收越紧，那个鱼就……这时，船顶的灯重新亮了起来，船员们开始往上拖网，偶尔会有带鱼挂在网上。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200多米的网被船员们一点点拖出了水面。收网到了最后时刻，大网并不能把鱼全部拖上来，船上有专门收鱼的小网。
这次的鱼一共收了两个小网，大概400千克左右，比船长预计的要少一些。这种鱼叫炮弹鱼，出水后很快会死掉，打捞上来后要立即冷藏。此时已经是下半夜了，这次的收获并不是很多，船长决定继续等待，到天亮后再下一网。摄制组成员的运船状况并没有好转，转移到了船舱休息。早上5点多，天空已经露出了亮色。这时船长果断地指挥大家收了第二网。但是第二网的鱼更少了，两网鱼加起来勉强能够这一晚上的成本。后来我们知道，船老大为了照顾我们运船，并没有把船开到深海，这也是鱼比较少的原因。迎着朝阳，我们开始返航，这也预示着我们这一趟出海打鱼之旅就要结束了。一夜的经历让我们体会到了疍家人海上生活的不易。吹着清晨的海风，摄制组的成员也清醒了许多。但是收成好与不好，我们还要看大自然的礼物，还要看大海的馈赠。估计整体来讲，还是收到礼物的时候比较多。那对于我们整个摄制组而言，尤其是对我自己而言，说心里话，我觉得除了感受了他们的生活以外，我们还有更大的收获，那就是你看那边，马上就要日出了，特别的好看。那对于我们来说，太阳升起这样的美景也是最大的礼物。那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今天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大家千万不要放弃，一定要加油，因为挺过去就会有美丽的景色在等着我们。那现在我们的船正在朝家的方向开去。告别疍家人，沿着海岸线一直走，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南陵水和万宁交界处的分界洲岛。据说在分界洲岛上有一个海豚救助站，救助的都是海上遇难的海豚。我们打算去岛上一探究竟。在一片露天的海水池中，我们看到一群人正在抱着一头海豚往岸上移动。对于几百千克的海豚，大家抬起来有些费力。看到这种情况，记者赶紧凑上去帮忙。来，一二三，慢点，上面很滑了。咱们这个海豚怎么了？生病了。他得了什么病啊？呼吸道感染是吗？那咱们现在把他带到岸上来是要给他治病吗？对。您现在这是干什么？找血管。找血管是吧？他说他正在找这个海豚的血管。从询问中得知，这只海豚得了呼吸道感染。海豚被抬出水面后，几个工作人员立即开始消毒，准备药水、针管等给他注射。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针插进去以后，它会像我们人输液的时候一样，这个血会有回血的症状，稍微回过来一些。针管很快被扎进了海豚的尾鳍，工作人员紧紧地按住海豚，生怕海豚扭动导致针管出现问题，对它造成伤害。海豚不时发出嘶嘶的声音，其他人不停地给海豚洒水抚摸。针管内的药水正被一点一点推进海豚的体内。
现在感觉这个海豚宝宝特别像我们那个小朋友小的时候在那个治病的时候会哇哇哭，这个小宝宝它在前面还会有一点点这个叫声，然后呼吸的声音，在现场听得都特别清楚。给海豚打针跟给人打针不一样，海豚的皮下脂肪层特别厚，背部、腹部等位置根本找不到血管，必须从尾部着手。为了不让海豚感觉疼痛，推针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足足用了十几分钟，一针管药水才完全打完。这就输完了是吗？哦，要摁多长时间呢？摁到它不流血就行。摁到不流血就行，就和人是一样的。是。自从发现这只海豚生病了，这些工作人员每天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打针的过程。每次打针都要有七八个小伙子用大半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海豚到了水里面很快就游走了啊。是的。哦，那现在什么感觉？他生病了，是我们照顾不好他。在聊天中我们得知，给海豚打针的这位小伙子叫胡其亮，是这里的海豚饲养员。小胡是陵水当地人，从小生活在海边，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当上了一名海豚饲养员。这个救助站已经建立了近十年，像这样的海豚救助行动经常在这里发生。胡师傅换好衣服后带着我们来到了食物间。我们现在就来到海豚的食堂了。那海豚的食物是什么？就是鱼。垫着鱼是吧？是的。我能拿着吗？可以可以。这是什么鱼啊？这是鲅鱼。鲅鱼。哇，冰凉的。对，很冰啊。那我看这有几盒，1、2、3、4、5、6，这是几个海豚的食物？2、4、10个。十个海豚食物，一个海豚吃一盆。对。哦，一盆里海豚也是定量喂给他的。定量，一天吃几顿？一天吃四顿。我看这些精心挑选的鲅鱼就是海豚的食物。每天早上胡师傅和他的同事都会把买来的新鲜鲅鱼搬到这里来挑选，给海豚喂养的食物都是最新鲜的。保温，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的。嗯嗯，要保温，还有一些苍蝇啊之类的，就是让它接触。拿着保温饭盒送饭去了啊！对，走吧。走，现在我们去给海豚送饭。沿着回廊，我们来到了海豚的饲养区。快过来，我来给你送饭啦！来，我们拍水让它过来。拍水让它过来。对，拍水。过来，哎呦，过来了，过来了。不管你喂给它，哪一喂？您先喂，教一下我。拿鱼，把鱼放在嘴里，让放嘴里。很温柔的放嘴里面。估计很多观众肯定都像我一样，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这个海豚。从这个角度上看，你看这海豚的嘴唇，它是嘴唇尖是红色的，你看舌头是那种就是粉粉的，然后从这个那个牙里面有好多颗，好多牙，大概有多少颗牙您知道吗？100多颗。100多颗牙。这片海豚饲养区里一共有20多头海豚。海豚是人类的朋友，它的智商相当于3到5岁的小孩，而这里生活的这些海豚就来自当地海域。咱们这些海豚都是从哪儿来的？附近海域。附近海域。附近海域鱼捕到，像往乌骨湖一样，海豚也比较喜欢吃鱼。嗯。鱼群多了，它往鱼群里面钻的。嗯。现在往乌骨了，就因为捕到它了，就往我们这边送，打算让我们过去拿。聪明的海豚会给迷路的船只带路，能带着渔船躲过暗礁和危险。当地的渔民如果发现或者误捕到海豚，就会送到这里进行救治。一些不适合再回到大海的海豚就被留了下来。走，拿着这里，哎，是吧？过来，亲人们。
这可以啊，亲这儿。哎呀，好大的牙，那不咬我一口。不行，我紧张。你心里紧张？他过来我就想躲，我这本能反应。不行不行，我要准备好。稍微低一点。来，眼睛。哎。戳到里面去了。不能回到大海的海豚越来越多，胡师傅等人就开始训练这些海豚，让他们学习一些简单的动作，为游客们带来欢乐。海豚的聪明可爱，让记者也忍不住想学几招。水上行走是吧？就是那个海豚，还有那个就是，啊，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可不可以写？可以，也很容易的。嗯，我先示范一遍给他，好吧？嗯嗯。这样手这样，然后甩一下。甩一下。哇！你怎么不吹哨呢？不要哨，还要跳两跳啊。跳两跳还要？对，一跳就不给吃。哦，一跳不给吃。想要两看，我们可以引导它，引导它就来。怎么引导？用这个引导。这是个什么？目标棒。目标。这大概有多长？这有四五米吧。四五米长。前面放的这个是什么？前面的这个是个球。对，泡沫球。泡沫球哈，就是这有什么作用？就是你当轻的，就当轻，哎，就轻。这当轻这个。我们刚开始用目标棒，就轻拿这种轻手之类的，就是从这开始。哦，就最开始先不亲手，先让他亲目标棒，然后再亲手，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现在我们要拿这个目标棒来引导我们面前这位非常温柔的女士，想让她跳两跳，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我试一下吧。可以。我试一下啊。先给手势点呀，给手势。哎。好，准备干，夹紧夹，跳上去。好，来吧。别动，别动，别动。拿杆，拿杆。啊！记者的挑战只能算勉强过关。海豚的聪明，让记者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这时，记者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下到水中，跟海豚来一个亲密的接触呢？怎么样？你看我和胡老师穿的这衣服，特别像那个宇宙战士，是不是？这是潜水服。对。说心里话，穿的这个衣服，穿这里除了胡师傅等几个工作人员，还从来没有别人下过水。但是要想下，对于外人的来访。海豚会不会接受呢？要保暖的。保暖的。啊，开启我们的海豚。准备好了吗？好了，您先下去吧。哇。好，您下吧。我要勇敢一点。我下去不会浮起来吗？会浮起来。肯定会啊。肯定会。啊！对不对？一下到水里，还没等看到海豚，不会游泳的记者就不能自理了，出师不利，不知道海豚池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遭遇呢？胡师傅带着记者来到海豚池中央，但无论如何吸引海豚，海豚都只是远远地围着他们转圈而不靠近。没有办法，胡师傅只能先把记者送回岸上。
记者上岸后，胡师傅重新回到海豚池中。这时，海豚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围绕着胡师傅嬉闹起来。海豚帮助人类，人类又像照顾孩子一样，悉心照顾着这些大海的精灵。大海不仅赐予人们美味，还有这些可爱的海洋生物。如今，经过胡师傅等人的训练，这些海豚每天都会吸引很多游人的目光。在这个海豚救助站里，人们给了海豚新的生命，海豚用他们的表演给人们带来了欢乐。海南陵水除了有这些可爱的精灵们，这里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淡水补给点。从唐朝到现在的1000多年里，无数船只从这里漂洋过海。这里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埋葬着无数冒险家的商船。据说，在分界洲岛的海底，就有一艘古沉船。为了一探究竟，记者来到了这里的浅水区。咱们看这边有人正在海里面。你好。你好，美女。你是在潜水吗？对。感觉怎么样？感觉没问题。没问题啊。您是那个第一次潜水啊？我潜水很多年了。那您是教练呢？对，我是教练了。哦，原来这位大哥是教练，怎么称呼您呢？我姓张。张老师。在潜水区，记者找到了专门教人潜水的张教练。哇，好帅哦。您潜水潜了多少年？潜了8-9年了吧。8-9年了。我那个不会游泳，然后一点经验都没有，行吗？行啊，可以啊，我们这个是慢慢教的，一点一点教哈。那您先给我介绍一下那个潜水的设备好不好？潜水设备啊，嗯，像比如说这个，嗯，这是我们专用的那个潜水装备。这个？哎，对。这后面的这个，这是氧气瓶。这是氧气瓶，这个银白色的，这是氧气瓶，这可以供一个人在海里面呼吸多长时间？2个小时这样。2个小时哈。氧气瓶、蛙鞋、面镜，这众多的潜水设备，是人们潜入海底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头发，头发。不用把头发收起来吗？啊，好沉呐，这个。这是什么？铅。铅。这大概有多少斤呢？8-9斤。8-9斤，这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沉，那你沉就不管沉了。能让我沉下去是吗？一个配重的。对。哦。好。哎呀，好沉呐，这样的一个腰带。虽然刚刚有过一段海上运船的痛苦经历，但为了能在海底见到古沉船，记者还是鼓起勇气准备下水。被飞上了是吗？在真正潜水之前，张教练要先培训记者在水底的基本动作。由于在水中不能说话，交流只能靠手势，任何一点失误都可能危及到生命。张老师刚刚教了我几个简单的水下手势，因为在水下的话，张老师说就不能说话了，这样的话就代表不舒服，这样的话是向上，然后这样的话是往下，想要往左右的话就是这样左右，对吧，张老师？哦，记住了吗？这几个姿势，一会儿到水下了就不能说话了。学会了基本的手势和呼吸要领，真正的潜水就要开始了。陌生的海底世界立刻呈现在我们眼前，阳光透过碧蓝的海水洒在柔软的珊瑚上。五彩斑斓的鱼儿在周围游动，仿佛置身于童话般的世界。
但是这样的美景还没有持续多久，刚潜入水下不久，记者就打出了上升的手势。张教练迅速带记者浮出了水面。刚才在水底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对于第一次接触潜水的记者来说，海底的别样景色处处吸引着他的目光。在没有任何潜水经验的情况下，3分钟的潜水已经是记者的极限了。感觉怎么样？感觉好难受。第一次潜水都是这样的感觉。你离我稍微近一点行吗？对，我在水里面如果抓不到张老师的手，我就觉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张老师，您那个最深能够潜到多深啊？一般情况的话就是20多米这样吧。20多米啊，不好意思，反正我是潜不了那么深了，3米我都已经不行了，真的不行了。据说古沉船在水下20多米的地方，记者根本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只好寄希望于潜水多年的张教练。但是由于大家都很少潜到过沉船区域，为了安全起见，并且能够留下古沉船的画面，我们还找来了2位水下摄影师共同下水。船行驶了10几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张教练等人开始做着下潜前的最后准备。尽管他们早已熟悉了潜水的各种要求，但是每一次潜水之前，他们都会细心检查潜水设备，确保万无一失。一般你们潜20米得多长时间？1个多小时吧。张教练等人下水后，很快淹没在了茫茫大海中。这一段海域比潜水区的能见度要小很多。潜了10几分钟后，仍然没有看到古沉船的身影，只能看到许多热带鱼和珊瑚在海底游动。这次潜水能不能找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古沉船呢？海面上的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着，不知道海底正在发生着什么。又过了10几分钟，张教练终于见到了沉船的身影。在2位水下摄影师的配合下，我们终于看清了古沉船的全貌。这艘船的真正来历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了。经过多年海水的侵蚀，沉船已经看不清原来的样子。许多鱼和珊瑚在这儿安了家，成为他们游玩嬉戏的场所。
半个小时后，我们在水面发现了两个身影。你们三个人没有一块上来吗？没有一起上来？又过了十几分钟，我们仍然不见张教练的身影。水下摄影师杨大哥开始不停地拍打船身，希望以此能让张教练定位小船的位置。敲打之后，张教练浮出了水面。来了来了，怪白的。刚潜的怎么样？原来张教练在返回途中遇到暗流，迷失了方向，最后在杨大哥的敲击声中才重新定位，找到了我们。这次潜水的经历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海的神秘与魅力，从深海捕鱼到救助海豚，再到寻找古沉船，在这一次次的海上历险中，大海展示给我们无穷的力量和魅力。这些生活在大海边的人们，也在他们世世代代的传承中，记录着属于海洋文明的命运。